彼得。啊？你要去哪里？我刚给病人打完营养针，他现在。我这什么都没有。好好好，走。我们先找个落脚的地方，然后再想办法联系当地的地下党同志。嗯。哎，有一个地方可以去。在哪儿？我一个朋友家里。你也会有朋友？像我们这些跑江湖的，多少还是有些朋友的。一定是酒肉朋友。哼，谁说的？哎，那屋子里现在还有人住吗？去年我去过，房子是空的，我想应该没人住。就这样吧，走吧。我来带路。
让开，我们要工作了。他身体还没有恢复呢。这是上级的命令，你让开。哎，你们又要干什么？你们干什么？忍耐一下，我给你打针止痛。彼得，彼得，拜托你，再多给我打几针，让我死。大家打探到什么消息没有？我倒没什么发现，我在司令部门口发现人来人往的，但就是没有板垣和盛墨的踪影。有多少守军？日军守卫人数好像多了一倍。你是怎么知道的？日军的岗哨一般是两人一岗，每两个小时换一班，
墙头上有一组两人的机枪哨，但是今天我们去侦查的时候是四个人一岗，而且墙头上新增了三组的两人的机枪手。大门外还有一组八人的巡逻队，每半小时巡一次，这绝对是我见过最严密的司令部。我觉得他们一定是在提防什么，这非常的可疑。没想到你观察得那么仔细，真是佩服。那这样看来，童姑娘肯定被关在司令部。穆姑娘，你们呢？街上倒看不出什么，商家小贩都正常的做生意。是啊，没什么奇怪的呀。这样看来，只有司令部最可疑了。哎，那你们有什么发现？我这边也没什么特别的，一对日本人在火车站忙进忙出之外，没什么可疑的。那我们下一步该怎么办？大家辛苦一下，今天晚上继续侦查，尤其是司令部，总会露出马脚的，大家一定要小心，千万不要暴露了。好，好，出发。师兄，我找你有事。师兄，请说吧。哎，春子，我们跟师父学艺也有十多年了吧？是啊，有15年了。嗯，这15年里边，你知道我对你的感觉吧？师兄一直对纯子很好。那你也该知道，我一直很喜欢你。师父，请喝茶。哎呀！
小二，哎，南九，马上来了。陆迎春，咱们这次得小心点，知道吗？都听你的。滚！秋云正刚。怎么办？你没发现他就一个人吗？发现了。太好了。你想干嘛？我们趁他一个人，下手把他绑走。然后用它去救童姐姐。哼，这个主意不错吧？嗯，就这么办。好，那我们盯住他，一会儿动手。嗯，好。哎，太君，太君，太君，您还没给钱呢，太君。不多，就三文。要钱，要钱，就你有钱，去死吧！去死吧，你这个妖张鬼。纯子，纯子，纯子，我的妈呀，他怎么那么重啊？赶紧把他弄醒。等等，先把他绑起来。我扶着他，你绑。好了，先走他身。吃饭呢，那么轻他能醒吗？哦，哎，你想把他弄死啊？没有。迅飞，他没醒。阁下，请坐。
秋山君，病体严。等到27号病毒研制成功，我一起给你们申请嘉奖。多谢阁下。童姑娘，童姑娘，告诉你一个好消息，你身上的采样已经够了，你不需要再受任何折磨了。彼得，他们到底想在我身上提取什么？这我也不知道，可能是跟你之前染上27号病毒有关。可是我已经注射过血清了。我也不太清楚，管他呢，不受折磨就好。谢谢你，彼得。你别想太多，先好好把身体养好。哎，你们可回来了，有什么发现吗？还没有。火车站除了物资运送之外没什么可疑的。我们那儿还是老样子，没有什么发现，依然没有板垣跟秋原的影子。还在想办法。哎，你们俩怎么这么早就回来了？查到什么没有？我们俩早就回来了，而且大有收获。什么收获？我们抓了个人回来。嗯，抓了个人。谁呀？秋原。秋原？对呀，这小子运气不好，正好碰到了我们两个。你们两个怎么抓住他的？我们俩经过酒馆，看到他一个人在酒馆里喝酒，而且喝得烂醉，我们就在外头等着，他一出来我们就把他给逮住了。而且现在怎么打怎么泼水都不行，睡得死死的。人现在在哪儿呢？自我绑着呢。就这儿。进。这人呢？刚刚明明绑在这个柱子上呢。对呀。你们俩干嘛呢？就把人绑这儿？搜过身了吗？搜过。就一把枪，还有一些钱，我全收起来了。这是用刀割的，你们应该没有想到他身上有刀子吧？我们已经暴露了。准备。等等。
师父，屋子里应该没有了。再仔细搜搜。师父，屋里没人，是空的。师父，屋里没人。什么？不可能啊！师父，对不起，他们太狡猾了。这么短的时间，他们还是跑了。封锁威海城，全城搜查。是。半元已经知道我们来了。这两天日本人肯定在到处搜捕我们。这两天我们不要进城了，就在这里待着。说的没错，现在出入城都很危险，更别提救人了。可是我真的没有想到会捅这么大的娄子，害得大家差点中了埋伏。都怪我，是我对不起大家。就是你不对，不怪你怪谁啊？难道还怪其他人啊？怪我，当然怪我。但我还是不明白。行了，你少说两句。你们想怎么样？都道歉了。哼，徐飞。哎，这算什么？比我们火气还大。我们还是想想接下来该怎么办吧。徐飞，这跟谁绑绳子没有关系，是秋渊太狡猾了。别说了，你看他们的眼神，好像我做了什么大逆不道的事情一样。哼，他们那是对我，不是对你。事情都过去了，他们不会再说什么了啊。你少来，其实他们嘴上不说，心里明白得很。我们现在怎么办？谁知道怎么办？板垣跟圣墨肯定知道我们底牌了。童姑娘肯定被关在司令部里面。你怎么知道？我跟林大哥去侦查过，鬼子司令部的防守比以前严密多了，增加了一倍的守军，所以我敢肯定童姑娘一定关在那里。那现在怎么救人？没有别的办法，依我看只能硬闯。硬闯？他们人这么多，但我们至少得知道人藏在哪儿啊。没错，我们现在最重要的是想个办法，得知道人关在哪儿吧。反正是硬闯，从哪儿闯都是闯，先出进去再说，总能找得到的。不行，这太冒险了，他们人多势众，估计还没进去我们就被打出来了。冒再大的险也得试一试啊。我看行，我再多找几个游击队员狠狠地打他一场。人多也没用啊，我们要打的可是小日本的老窝啊。谢虎，你干嘛总是不吭声啊？怎么样，给句话啊？咱们再等两天。
为什么要出去喝酒？我待在司令部有点心烦，所以才去喝酒。对不起，师父。心烦？师父，我有点思念家乡的亲人，所以才……秋元，你要知道，身为皇军，被俘是一件非常可耻的事情。对不起，师父，我让皇军丢脸了。身为我的徒弟，被俘是不可原谅的。请师父处罚。起来吧，起来吧。第一次也就算了，毕竟你误打误撞知道了突击队已到威海，也算是有所收获。但是秋元，我要警告你，我绝不允许私人感情影响到帝国大业，知道吗？是，师父，我保证不会再有下一次。回去反省吧。是。先把童鹤贤带出司令部，然后设下圈套，让突击队上当，然后一网打尽。将童鹤贤转移出司令部，师父，这样做太冒险了。哎，只要布置得当，加上我亲自坐镇，应该没什么风险。可要是突击队识破了这个陷阱，不来救人呢？哼，你太高估他们了。只要将童鹤贤带到广场示众，在家中三天后处决，突击队的人一定会来救他，到时候就可以一网打尽。